續翻嚟，繼續有華玉，繼續有 Janice。Hello， hello。嗱，咁就係我見到咧，坊間好多咧女士們，或者男士們或女士們都好啦，即係當自己一瘦咧，一 keep 完 fit 之後咧，佢就會好似沉迷咗，即係佢變咗一個 fans 啊。係啊，因為 keep fit fans。Yeah。你會唔會咁樣咧？我覺得我已經開始係變成呢啲類型嘅人㗎啦。係啊。即係你係不斷，總之就係我唔想。係啊，即係健康咯，即係一個係。是因為其實是健康是最重要的，是一個生活的習慣咯，即是你不會說 我完了演唱會都會 keep 住是會注重我的健康和 身形，即其實健康為主，是啊，瘦次要 你健康的時候，我覺得有些肌肉啊都好睇啲咯。係你係想要成為肌肉型的少少咯，係啊，係啊。咁嗰次我其實好期待見到你。Really？Thank you。係啊，係啦。咁譬如話講到即係你會做操到，希望可以操到自己有啲肌肉啊咁樣啦。咁再問一下你啦。咁就係譬如話開完 show 之後啦。咁第一樣嘢，因為其實對於好多歌手嚟講，開 show 其實係辛苦啦。第一樣嘢想做咩咧？開完 show， 我真係好想食嘢咯。係，我諗過好多次啦呢個問題，我想食 pizza。我最想食 pizza。最想食 pizza， 係啊。哦，咁工作人員要幫佢 ready 開 show， 然後就可以嗌定個 pizza。Yeah。呢個是你最想吃的？係啊！哎呀，我估唔到啊！我今年真的吃得很清啊，唔係講笑。Oh my god！ 即係其實你係想要很多 cheese， 多 cheese 最多的 pepperoni 喺上面。Yes， 諗起就開心咁啦。Yes， 其實咧即係我哋就係非常之期待你嘅 show 啦。咁我哋喺呢度咧，咁我祝你個演唱會成功。Thank you so much。係啊。快啲成為肌肉的 Janice！ Wow， yes！ Bye bye！ Bye！